官府农业处举办种树啊做拿绿美化推广活动，吸引将近70位的在地乡亲到场参加。除了宣导爱地行为概念，阁准备植物盆栽，和民众亲自体验栽种的趣味。近年来，环保意识受到重视，民众愈来愈重视生态责任减碳等议题。关关林根人和部署加管政府农业会，这会举办植树造林绿美化推广宣导会，第一场活动就吸引大约70位民众参加。啊，今仔是咱啊行政院啊林务局呢啊配合咱中华管政府呢啊来宣导那个植树造林吼啊来伫咱服务处遮加啊咱遮乡亲呢啊看到济济乡亲呢啊几百个啊来遮加吼啊听咱林务局的宣导员来咧讲吼啊种树啊啊植树啊造林呢有帮助于我们地球的臭氧层吼啊伫遮加修复啊。看到这么多的乡亲这么热烈呢，啊嘛感谢啊咱行政院啊林务局呢啊来举办这个活动吼，啊，予咱这的乡亲搁熟悉搁较多的啊绿美化的活动吼。参加选择会乡亲真认真听老师讲解生态危机、臭氧层定议题，而且参与讨论，欢迎真热烈。那我们幸福姐妹会设立是在那这个。一眼林根人的服务处哈，旁边有一间幸福会馆。那我们幸福姐妹会呢，时常来办活动哈。那今天呢，我们来配合我们这个县政府哈，政令宣传推广这个宣导的活动哈。我们幸福姐妹会那当然要站出来配合我们县政府一些这个宣导这样哈。也很感谢我们这个根人服务处来配合我们这个。宣导给我们这些信息啊，那我们才有办法来办这个活动。除了听讲座，现场还阁准备70丛的盆栽，透过老师指导和民众亲自体验种植的过程，达到绿化宣导的目的。官员林根仁表示，接下来还阁再举办一场宣导活动，有兴趣的民众欢迎到服务处报名参加，做回爱地球。这个回家种在自己的花园里面，那让它吸收二氧化碳、氧气。爱护地球多一点。高雄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